Sorry. Tạm thời xin chào anh em. Nhưng mà chi tiền anh gì đúng không ạ? Ok, đó là chung nhau rồi. Nhưng mà ta để theo thì cái chi tiền ạ của số khoản này cái nội dung trong cái就是出家的意义，出家的意义呀、啊，这个意义的本身也包含着出家人的这个出家人呢合格的行为，如法的行为应该是合格的行为是什么？因为只有就是力主啊，他为什么要区分？这个出家人的三种行为，我原来还没注意到这个问题。这个也是在讲的过程中啊，才了解到这个立足的这个他的这个苦心啊。这个三种行为就是还罪行、还福行、正道行。其实都是出家人的行为啊，都会落入到还罪行或者是还福的行里边。就是现在的出家人可能95%以上95%都是在这个还罪行和还福行里面，真正能够进入正道行啊，其实是蛮少的。但是出家的意义恰恰就在于正道行，如果没有正道行，是不足以体现出家的意义。当然，我们不是说还福行不好，还福行可以是圣道行的基础，但是如果停留在还福行上，那可能在家人也可以有这个行为，所以从这个行为的区分。来说明呢，出家的这种身份所具有的意义。因为我们出家就是要成就解脱，要处理轮回。如果没有正道行的话，那是不足以完全解脱，也不足以处理轮回。所以我们要知道。否则的话，我们即便做再多的凡夫行，那都是轮回中的福报，那还都是轮回的因果，轮回中的因果。那么关于出家的法器啊、出家的条件，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这是直接关系到身重素质的。提高，如果我们能够佛教界啊，能够把出家的这一关能把它打好，出家人的素质才有可能真正的有望提高。就像我们这个研究所，在这个教学上来说，我们很重视这个生源的质量、素质。有的人素质太差，就是培养不出来。相反的，如果有比较好的这个素质的生源，可能我们会的功夫这个不要太大，就能培养出来的。因为每一个人生命的起点都不一样，有的东西啊，它也不是一时
一知半解啊，能够提高一个人的提高啊。他是需要有一个这个相当的实习，就是每一个人啊，你的这个素质呢，包含着这个教育、文化程度，也包含着你自身的慧根。所以这个素质，这个是僧人这个素质提高的。保障，所以关于这个出家的这个条件的这些内容啊，这是整个教界较重视的一个问题。而在戒律里边，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么详细的这些条件，但是我们现在人对这些条件啊，更多的都只是在造戒的过程中做一个形式性的审查。并没有对每一个要出家的人进行审查，甚至可以说，教界很多人不知道啊，出家还有这样的条件。我把这些资料发给一些人看啊，有的人出家很长时间的，他说，哎，出家还有这些要求啊，这出家很长时间不知道的，这难怪过去我们这个一直把它当做是造戒的条件，忘记了。它本身就是出家的条件，我觉得可能在戒律里边没有把这个问题啊，这个律藏里边是讲得很清楚，但是这个后来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啊，在这个编写律书的时候，就是没有把它放在出家的这一块来说，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像出家的这个仪式，出家的少数，我们现在更多的就是上个供，就像社会上的人要结婚的、要生孩子的，请人吃顿饭一样。同样的，很多人出家呢，那就是上一个供，就是给请佛菩萨吃一顿饭啊。你看，又给你这个拉了一个升天的一个孙子啦，来请佛菩萨吃一顿饭。问题就好了。那你看，我们看戒律里边所说的这个律祖啊，所编的这个出家的这样的一个仪轨啊，里边包含着整个出家人应该要具备的从出家的意义，以及出家的很多这些教义啊，这些内容在里边。所以出家的这个仪轨本身。就是在对这个要出家的人完成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的过程，这个仪轨是有表法的，所以我们就根据这个仪轨啊，也编了一个比较可行性的仪轨，那么还有再接下来就是出家的，关于出家的生活，这个。就是对三明的生活，从个人的三明的生活实际上，我们现在给它归纳一下，大概就是三块，一个是个人的行为准则，就是个人应该怎么做，那么这个主要是属于此时的业力的这一块，然后呢，第二就是个人的生活问题的解决，所谓个人的生活问题的解决，就是关于衣食住行。怎么样穿衣啊？怎么吃饭啊？那么这些生活的问题里面本身就包含着修行啊，所以修行就在生活中。我们讲造持，为什么说你拿到一件衣服要造持？就像我们现在有钱随便到商店买来就是的啊，别人给你啊，你再说你拥有什么？但事实上，作为一个出家人来说，究竟你可以拥有什么？你不可以拥有什么，那么这个通过一个造持就很有意义。造持一方面，你的来源是要没有问题的，来源的正当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
你使用的这些东西的合法性。因为如果说你的这个东西不合法，是不可以造的，也没人给你造的。所以除了来源的正当性之外，还有使用的这个拥有的合法性。那么这些东西呢，它都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种健康而又如法的生活。健康而又如法的生活，我觉得我们现在出家人啊，哎呀，就不知不觉的东西又多起来了，没办法，今天这个给你送一点东西，明天那个给你送一点东西，很头疼。所以戒律呢，确实它是我们健康生活的一种保障。那么除了生活问题以外，那么还有就是团体的宗教生活，组织生活。其实我们今后讲到这个比丘方面的戒律啊，它也不外乎这三个方面，一个是个人行为准则，一个是个人生活问题的处理，第三个就是怎么样过好这个团体的组织生活。因为生命就是积累，生命就是一个习惯的积累，我们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就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性格，我们就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心态。所以从戒律也说明呢，其实修行就在生活中，修行就在生活中。就是所以这又牵涉到我们讲到的这个佛法的修行，事实上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戒，一个是戒，就是如果一个人你的见啊，你对你的见很透彻，你对人生的因果啊、空性啊，你能够认识得非常清楚，因为你对这个人生的因果认识得非常清楚啊，那么你的行为啊，一定会非常的这个，你一定会这个对这个戒律很重视，因为你知道你的所有的行为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么戒律正是帮助我们树立一种正确而又健康的行为，所以你的戒如果很透彻的话，那么你的行为一定会很清晰。如果你的戒还是含糊，比如你对因果啊，对这些行为的规律啊认识不清啊，那么你可能会无所谓。所以戒是戒的基础。因为如果我们对这个生命的这种心念的因果如果认识得非常清楚，我们自然就会对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就会慎重。那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行为清净呢，你的心就会清净，也就是行为清净会导向见的清净，见的成就。因为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这个成就这种空性正见？空性正见不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也不是我们修来的东西，它是我们生命内在所具备的一种力量，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内在，我们都具备有空性的正见，出世的这种空性的正见。但是我为什么它不能显化出来呢？为什么不能产生作用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心总是在这个贪嗔痴的这样一种串子里面走不出来。我们的心总是被无明啊、我执啊、颠倒妄想啊所覆盖。所以当我们的戒如果清净了，我们的行为健康了，我们的内心也清净了。但我们的内心清净呢，那么我们的见自然也清净了，见自然也能够成就了。
所以我是觉得戒跟见啊，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事实上呢，作为这个持戒的生活，我们平常更多的想到的是一种束缚，还有呢，我们会想到的是一种，我们很容易跟把它跟和下地狱联系在一起，会想到哇，持戒、换戒、下地狱。昨天就有同学问到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不必过多的去考虑这些问题。其实持戒呢，它是代表着持戒和犯戒，就是代表着你的一种正念，就是说，这个它是帮助我们培养正念，犯戒是体现了我们的正念到底有没有力量。如果我们的正念有力量的话，那么我们的内心里面的这些不正的念头啊，它就会没有力量。所以持戒的过程是在通过行为来帮助我们培养正念。当我们的心啊落入到这个贪嗔痴，这些颠倒的念妄想的这个念头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犯戒的行为。当我们的心被这种串气所支配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犯戒的行为。反过来说，我们通过不断的持戒，那么我们呢？这个，因为我们远离了这些不如法的环境啊，我们的正念的力量就越来越强。所以我们就要去认识这个戒的，它是对我们这个在这个调整我们的内心，培养正念的，它的巨大的意义。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这个戒是很重要的，我们就会很主动的去持戒，而不是基于对地狱的恐惧。如果我们基于对地狱的恐惧而持戒，那你有的时候可能会想，那我干脆不造戒，就没有犯戒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对这个持戒呢，我们要建立一种正确的态度，认识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这个下一周啊，我们还会继续给大家讲这个戒律的另外一篇，就是关于就是出家的僧格的出家的戒律，就是少戒少这个比丘戒的内容，怎么少。那么下面留一些时间给大家。问啊，刚才您谈到就是说，这个戒和见之间那个关系的话，就是说这个见是这个戒的这个基础，就是说，我现在先谈一下，就是说这个见，就是这个戒，就是说，因为这两天您讲过以后，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个时代嘛，已经有所变迁了，就原来那些戒的话，就是说有一些变通的地方，比方说就是说。比丘法就是说，原来就是说，不能自己保留那个财物，那个沙弥呢也不是正式的这个供养这个僧侣，但是这个原来这个戒律说也不让享受这个供养，更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些临时的这个出家居士了，就是说整个这个，他是说现在就是顺应这个时代，我想我是这样想说，这个见和戒之间是这种相辅相成的这个关系，就是说这个戒的这种变通，会不会就是影响到一个这个戒这方面，就是有些法师啊或者这个大德上，这样就产生某些就是说他自己的理解上的这种变通呢？这个也会啊，就是关键就是这个变通的好不好的问题，有点像禅宗，这个禅宗啊，就是。根据他的这种修行的需要，在这个戒律以外啊，他又搞了一套清规。那么禅宗的这个丛林的生活啊，基本上是以清规为主的。那么这种清规为主的生活呢，它是以禅宗的这种见地的修行，跟这个禅宗，它是为禅宗
禅宗的这种修行服务的。所以这种变通呢，就是说，这个有了变通啊，它可能是会变通的，这个比较好啊。也有了变通呢，可能办好办不好。也有了变通呢，只是一种个人的一种这个这种需要，它并不是说真正的一种修行意义上的一种调整，所以不一样。因为比如说你刚才讲到的像金钱的问题啊，其实它也不是我们现在就出现的问题，但是在这个形式上的问题，就是说，这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说，真正这个出家修行的，就是说求一个正道型的哈，它这些东西是超出的，它是用经常回事，不拘泥于这个形式化的东西，它应该是这个正道呢，当然这个正道的实际的内涵，它是超越形式的。但是超越这种形式的东西啊，事实上它是要通过一个如法的生活啊，以及这个相应的修行啊，最终才能够抵达。如果说你没有相应的基础啊，那么这种超越的这样的一种正道行啊，它对你来说啊，远远都是遥不可及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心情条件上去调整自己的，比如说我们修行要去入正道，那么我经常给他们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说你要这个活得空境界，那么首先呢，你要有一个良好的心灵环境，就像你要引领这个，你要接待一个国家的元首啊，那么首先你要有一个相当规格的一个。就是一个场所啊，就像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么同样的，我们要想要见到啊，那么首先我们就要用戒定慧来打扫我们的心灵战场，就是把这些心灵的战场都打好了，然后这个时候再做观修，一下子就可以记录了。那如果说你的心灵环境非常的复杂，那么我经常也举了一个比喻，就像你要找一个人，现在这里有10000个人，那你找起来很困难。那如果说我先把这些人啊，用想尽办法的把他给疏散了，最后只剩下1-2个人，我再去找那个人，就很容易了。所以就是我们需要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基础的修行，也很重要。那我的这个其实那个主要的概念在什么，就是说就像您看到那个力跟猛气的吧，毕竟是少的一个少的少的少的，就是说对于这个气的这个观察没谈的，就是说电这一块的话，就是说如果就出现好的比较恶的那种这个电气的话，这个甄别点应该怎么处理？没听清楚你的意思啊。我就是说这个电这一方面，就是说比方说在我们平常看的一些书上的话，这方面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应该是怎样一种修行？这个就是这个戒的佛德啊，它的选择啊，比戒啊要难得多。那么这个东西呢，事实上它需要有一个相当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不是说像戒这么简单，你换了没有？换了就换了，没换就没换，它有一个很具体的标准。所以就是作为你们来说呢，这种建立的佛德要一个阶段，要在这里要调断几年，慢慢的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现在2年的学习主要是一个基础，就是一个基础的教育。那么今后如果进入研究班，它应该是一个实践的教育。那么实践的教育呢，其实实践它不只是一种认识的东西，同时它也是一种心型的一种力量。那么这个就是要通过止观的禅修，你真正具备这样的一种能力，那你自然就会懂得什么是什么不是。
文思也是很重要的一块。我在讲到这个，就是通行法这一块，就是说，在就是春节日哈，就有事要请假的人，需要这个就是也表一下态，就是说他对今天做的这个要有一个表态。我觉得他本身都请假了，他没有这个参与，也不知道你今天说的什么。这样的话，他这个表态是不是一种形式？就什么时候一种形式组织的这种形象？这个就是说，一方面也就是代表着你对这个组织的生产的一种信任。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作为这个生产的活动呢，它正常的情况下，它是要这个。全体通过，那么全体通过呢，它是代表着一种和谐，所以生产者和谐啊，它是有高度的和谐。这个和谐就是大家都要，这个一方面是这个参加，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认同，所以生产，那你没有去参加。你没参加呢，那你认同不认同呢？你今天如果不表达的话，今天生产把这个问题处理的，你又不在，然后过两天说，哎，你们的那天决定的事情啊，我还没记得，我还不同意的。那你既然不参加的话，那你就要把意见，你就要表态，你可以不参加，就是你可以请假，因为你有特殊的事情，你可以请假，但是你要把态度带进去，那么这样呢，就可以避免了。这个引起这些问题，把问题处理好了啊，然后过两天又来一个啊，您那个处理的事情啊，我还不同意，呵呵，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好的。我觉得这个戒律可能跟法律啊，可能这个应该说有蛮多啊，也可以。相通的地方啊，这种其实戒律，佛教的戒律包含着几个方面，一个是关于这个法律的内容，一个是关于政治的内容，一个是关于道德的内容，还有呢关于伦理的内容，还有关于社会学的内容，还有关于哲学的内容。佛教的法律会牵涉到这样的，六个方面内容。所以，因为整个佛教的戒律啊，它是以佛教的这个知见，这样的哲学啊作为基础。如果没有佛教的这种哲学的建立啊，那么这个戒律啊，事实上是学不好的。那么佛教呢，戒律呢，就是一个政治，佛教的政治学，因为它是这个。它是通过这个戒律啊来建立这个生产的这一套，它包含着生产的整套这个行政管理的，所以生产基本上是一个，也就是由释迦牟尼啊所建立的一个叫什么呢？叫政府，一个行政组织，所以戒律里面有政治学的。有政治学的内涵。那么佛教的政治啊，我曾经有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讲佛教的这个僧团的管理制度，有的它有哪些特点，我就提出了大概几点，就是一个是公有制，还有呢就是民主平等，民主平等、法治、自由，这都是几个特点。所以僧团呢，它又具有这个那么法律，那么戒律本身就是一种这个，它就是一个法律。那么戒律的这种法律，估计如果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说，它应该更倾向于一种法律，好像有这个成文法和什么。就是案例法，戒律好像更倾向一种案例法的这种这样的一种性质的，
那么还有呢，戒律呢，它又是一种戒律，一种生传的伦理道德，所以戒律呢，它又具有这种这个伦理道德的内涵，就是这个生传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它是很有人情味的，它不像这个戒律啊，不像这个法律啊，它是比较冷冰冰的，而生传的戒律呢，它是一种像一个家庭一样来建立的，所以戒律本身又具有这种伦理的道德的内涵。那么还有呢，就是戒律呢，它又包含着一种社会学，因为佛教的戒律啊，僧团它是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同时它对社会当负着这种教化的责任。所以整个戒律啊，它基本上非常重视这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同时呢，它也非常重视就是这个僧团在这个社会上的一种功用。啊，你看这个戒律很博大精深吧？吃饭啊，你是吃饭还会解脱吗？这道理都不懂啊。啊？那你今天在哪吃饭？这个跟解脱。你哪里吃饭吗？这个人家不吃饭，你不在哪里吃饭，那等于你不知道哪里吃饭的样子。就是啊，那你就到时候没饭吃，没饭吃还能解脱啊？这么简单道理都不懂。你看，你今天就我不要吃饭，明天也不要吃饭，三天不要吃饭，看看还有没有能力来听课啊，这个修行啊。一切众生皆于食住。哎，吃饭可不是一件细小的事情啊、哦！吃饭怎么是细小的事啊？就是说，那你像我们念吃饭的时候，那种五官，那相对于说你念在哪吃饭，应该说它更重要吧？啊，这个那个是吃的时候在念。那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说到这个经常看到上面说，如果是波罗蜜罪的话，就是念经。那么波罗尼罪就是为什么犯了波罗尼罪就给你灭经，就是取消你的这个比丘资格？我们想是不是说，因为戒律里面说，如果你犯了波罗尼罪的话，因为这是在律论里面说的，他说如果你犯了波罗尼罪的话，这是根本罪，犯了之后的话，你这一世的话，就没有这种见到的这种可能了，就是你不能见到了，所以他是给他灭经了，是不是可以这样去想？就是。它这个也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比丘为什么是比丘，就是因为它有这个体呀、戒体呀、换了根本戒，就把这个体给破掉了，所以你也就失去了你现在的这个资格了，因为你的资格事实上是因为你造了这个比丘戒。那你受了比丘戒，你活了这样的一种比丘的戒体，但是你要把这个体给破掉了，所以呢，这个那你也就失去了这样的一种资格了。但是失去资格呢，那有的人，这个他因为烦恼的关系，一时无明啊，犯了这样的这个戒啊，他还想他有常备心。
有惭愧心呢，还想再生传啊，继续在修行啊。所以佛陀对这种人啊，他也会给他机会，那就是再造业，生传再给他造一次这个有关波罗夷的这个造这个波罗夷的这个戒，就是让他当这个九尾比丘啊。九尾比丘也就是在沙弥的前面，在所有的比丘的后边，他可以享受他还是这个比丘，但是呢他已经持续了比丘，作为一个比丘，比如说他可以在僧团里面，他可以享受35种礼仪，35种大仪，比如可以给别人说法啊，可以给别人说戒啊，可以烧徒弟啊，甚至可以让别人给你洗脚啊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那么现在呢，你的这些大义通通都没有了。那赶走了一般就是说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这个他把它护藏起来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护藏起来后来被人家检举出来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不认错或者继续代换。那么这两种情况我们就要把它赶走，这样赶走主要是为了保证这种僧团的清净，叫大海不造死尸啊。这僧团这个大海里边不能这个，他要保持他的这个一个团体的一种庄严性、严肃性、庄严性，不像我们现在的僧团那么乱。法师，我们说比丘的体他失去了，这个它有什么含义在里面呢？是说这个比丘的体啊是什么意思？体就是戒体啊，戒体没掉了，扣掉就像一个杯子，啪嚓把那地带很脆的，那这个杯子就不是杯子了，就剩下一只大只玻璃了。这个戒就是我们烧的戒，不是有戒体吗？什么意义啊？就是扣掉了什么意义？因为我们说比丘的戒体它破掉了，它实际上像杯子坏掉，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它实际上应该它有更深的含义在里面。你比如说它的戒体坏了，我们说它不能见到了，可能这是不是就是有一些必然的联系？这个东西啊，至于今后它的修行还能不能见到，我觉得这个你导演没有绝对性，我是这么看的，我不管书上怎么说。法师，我们就有问题在问。我问题还没有完呢，因为我们说从这样看的话，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解脱戒的话，它的所有的这个规定的话，都是指向于这一次的解脱的。然后就是具体到我们现在的话，我们现在一个实际的问题是，我们很多人修行，我们是修这个念佛法门的。念佛法门的话，那么相应的来说，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从这个历史上看的话，禅宗的话，他搞参禅，他求明心见性，他就规定出来一套和自己明心见性相对应的新规来和他进行实际操作。那么如果我们是就念佛法门的话，从戒律上说，是不是也可以搞一套和念佛法门相对应的戒律去跟他能够相对应？这个是我后来就是有时候私下里讲的一个问题，请法师开始。这个戒律就是念佛的最好的基础啊。其实这个戒律这一套对禅宗的修行，它也可以是这个禅宗修行的一个很好的基础啊。就是未必要搞另外一套东西的啊。你每一个宗派一个法门再搞一套戒律啊？因为我们看是没有这个必要。就是关键要我们怎么样去很好的去领会。佛陀的这个戒律的精神，我们要相信佛陀的智慧，而不是一看到哎这些东西好像就是看起来感觉有点不顺眼，就把它束之高阁了，然后就自己搞一套了，就是这个是不对的。老师，我还是接着林大师刚提的那个波罗夷罪的问题呢？那个说那个犯了波罗夷罪，他就不能够正道好像出国了，这种好像这个说法我也听过，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小乘的说法，因为在大乘的这个说法中，
比如说他有些念佛法门，比如说他是用忏法，发表到忏法里面，他就说这个可以救破戒。那我说你通过这种忏法去救破戒，那肯定是指四根本罪，因为四根本罪以上的你都可以直接在身旁忏悔就能够清净了，除非说你身旁没有办法就能够破戒的形式，也就是说你通过那个念佛的忏，或者像我们看一些大乘的一些经书，比如你念药师佛的佛话，他也说能够是解决你的破戒的问题。包括我们念的楞严咒，楞严经上是也写，他说啊，你就是犯了那种四根本罪，你念这个楞严咒也能消了。那密宗上这些说法就更多，就跟像大乘这些说法，他可能吗？因为在小乘的力度上肯定是不会承认是这种说法，因为犯了第三者那就是断头罪，那就没有救了。明白你的意思吧？这个忏悔啊，这个它有这个化教的忏悔和自教的忏悔。这个、自教的忏悔呢，就是根据戒来忏悔。因为作为一个僧团来说，它需要一个保持一个团体的清净，任何东西它都要有一个这个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这个规矩啊，限度啊，但是作为挂教来说，尤其是这个大乘经典啊，它确实，它在这个忏悔上，这个它有很多高明的忏悔的方法，因为，所以这个忏悔有很多种，比如说有做法忏，这个还有呢。还有什么相忏，还有无相忏，实相忏悔，所以忏悔有不同的方法。因为罪性，其实罪性也是本空，不是说罪也是没有自性的。所以，只要我们有一个很高明的手段，也不是说还有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忏悔的罪。如果有绝对不可以忏悔的罪呀、啊。那也是一种自性戒，所以如果有高明的手段，我们有带着惭愧心，才能去忏悔，这个还是可以忏悔。所以有一些根本戒的，或者根本戒啊，在这个声闻层里边，它是没有忏悔的方法，但在大乘里边，它是可以忏悔的。但是忏悔的时候，并不是说你忏悔的。你就可以恢复你的身格了，不是的，只是说可以把这个破戒的业，这种罪业可以清洗的，但是你的身格啊，还是没有的，就是，所以它的作用范围还是不一样，就是化教的忏悔和自教的忏悔。它的作用范围是不一样的。阿弥陀佛法师，我还是接着刚才他们提到的这个四根本罪的话呢一个问题。我现在的话呢，先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我今天讨论的都是以人为本。那么在四根本罪里面的话呢，大道以外都是涉及到一个法律的一个问题。那如果的话呢，这个出家众犯了这个四根本罪，除了在这个生存里面呢，失去了这个生存以外，那么还要接受这个法律的一些制裁。如果的话呢，这个犯了四个本罪以后的话，再有三昧心，接受了法律的制裁以后，他想重回生存的话呢，可不可以？重回生存，就是说，已经这个受过牢或者是服刑了以后的话呢，再回来。这个在戒律里面也有讲啊，比如说你要通常呢犯的边罪嘛，是属于边罪嘛，边罪就不可以再出家了，是属于边罪啊。但是刚才又提到有一个这个特别的一个忏悔的方法，可以帮助他这个恢复这个身格。忏悔那就是说，如果说当然在戒律里面好像也有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一种不见底，就是不承认。那么他现在呢，可能身体极大的惭愧心，
那这个身体极大的残废行人，那就是可以当这种学会比丘。但学会比丘通常的情况下就是讲的，就是他犯罪之后马上就起残废心，没有讲就是说已经这个就是离开，就是离开僧团，已经被赶出去了。这种情况呢，是还得进一步研究啊。还有一个就是说，顺着这个思路的话呢，往下面思考的话，比如说在大乘佛法里面，它提到残疾人皆有佛性，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已经被念进出去的，如果有这个很重大的这个忏悔心的话呢，那么他是不是还继续的这个具有佛性？还有一个的话呢，如果是僧团的话呢，把这些人拒绝在这个门外的话呢，那么按照我们前面写的这个戒律来说，他相当于就是断人这个慧命，或者是断佛慧命，那么应该是犯很大的这个重罪。你这个问题说的有点严重化，就是说这个犯戒呢，这个破戒也不是破戒，所以虽然破了戒啊，但也不等于说他就是没有上升的，也不说他就不能修行的，只是说他不能再当比丘了，他一样还可以这个在家修行，也不能说啊犯一下戒，什么上根都没了，佛性都没掉了，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说你要是破戒呢，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破戒也就是你根本不相信三宝，不相信佛法，不相信因果，这个比破戒，这个破戒比破戒更可怕。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愿此功德，愿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普及于一切，我等众生，我等众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